印度航天局称，印度最新的月球任务月船3号已进入月球轨道。 BBC 报道，载有轨道器、着陆器和漫游车的飞船于7月14日升空，它将尝试在8月23日或24日将着陆器和漫游车置于月球表面。如果成功，印度将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。飞船在地球轨道上运行了一个多星期后，于本周二被送入跨越轨道，作为印度月球探测计划的第三次任务。月船3号有望在此前月球任务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。2008年，印度首次执行月球探测任务，月船1号绕月飞行后，发现了干涸的月球表面存在水分子，并确定月球白天有大气层。月船2号任务也包括一个轨道器、一个着陆器和一个漫游车，于2019年7月发射，但只取得部分成功。它的轨道器至今仍在环绕月球，并对其进行研究，但着陆器漫游车未能实现软着陆，在着陆过程中坠毁。本周二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 X 上发布消息称，飞船已完成环绕地球的轨道飞行，正驶向月球。ISRO 成功进行了近地点点火，将航天器送入跨越轨道。下一站，月球。近地点是轨道中最靠近地球的一点。BBC 报道说，现在飞船已经进入月球轨道，科学家们将开始逐渐降低火箭的速度，使其达到一个能让月船3号软着陆的点。着陆后，六轮漫游车将弹射出去，在月球表面的岩石和陨石坑周围漫游，收集重要数据和图像，然后发回地球进行分析。ISRO 负责人斯德哈拉帕尼克·索马纳特表示，月球车携带了5台仪器，主要用于探测月球表面的物理特征、靠近月球表面的大气层和构造活动，以研究月球表面以下的情况。我希望我们会有新的发现。他说，月球南极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探索，那里的表面阴影面积比月球北极大得多。科学家们说，这意味着在长期被阴影覆盖的区域有可能存在水。在八月的前几周，飞船将完成5至6次绕月运行，逐渐过渡到平均高度为100公里的环月轨道。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将确定月球南极地区的精确着陆点。随后，着陆器将脱离轨道，并于8月23日下午5点47分开始尝试软着陆。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继续关注月球着陆时间表，并考虑月球日出等因素，如有必要，着陆时间可能会改到9月份。